圣诞年菜，大家好，我是 Jack， 今天给大家做一道英国传统名菜牧羊人派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今天用到的主要的蔬菜是这个韭葱，韭葱是这个葱科植物，它是上面的叶子是扁的，而大葱是圆的，希望大家注意不要弄混了。英文叫 leeks， L-E-E-K-S。先给马铃薯去皮，去皮以后切块，先用水煮，要煮二分钟，煮到稀烂。土豆切滚刀块，切好的土豆准备一个锅，放入水中，这样不会变色，待下来就用这个锅来煮。我们把土豆放上炉子，然后开火加点盐，这样要煮个20分钟左右。这样我们这块剁好了，现在我们这个肉剁好了，羊肉剁好了，土豆水烧开了，盖上盖，现在我们开大火，倒入油，橄榄油就好，加入黑胡椒，盐，等肉过箩，放一边备用。韭葱切花，西红柿切泥。就是我们用刀这样压两下，如果有这个英国的西红柿酱，直接放酱也可以。切好的西红柿泥，放入韭葱，放落加完以后加这个西红柿，
加入洋葱，羊肉加进去，加点酱油，来米浆，加入红酒，加入红酒以后，加入鸡汤，等汁水收干，现在我们来处理这个土豆，直接把水倒掉，然后就在锅里面把它压成了泥，小葱切花加给你们，加两个蛋黄，加点气子，现在我们用这个勺，加好以后用这个把土豆全部捣碎，我们给它最后弄成这种效果就可以了。现在把这个羊肉盛进去，盛进这个烤盘里面，全部覆盖，基本上每个角落落一块，
现在我们落好以后把这个推平就 OK 了。推平以后，上面可以撒点芝士。只要你各种喜欢的芝士丝、芝士条都 OK。烤箱预热好以后，200度进烤箱。烤20分钟，我们用刚才多余的洋葱、鸡汤和蛋白，再加点毛豆，你也可以用荷兰豆，然后配上3根胡萝卜，配点新鲜的黄油。现在我们把鸡汤加到洋葱里面。加上蛋白，摆上3根胡萝卜，毛豆可以放一下，摆上黄油，放进烤箱。摆上黄油以后，放进烤箱就 OK 了。圣诞节极品，不洋人派英国传统年菜就做好了。圣诞年菜，牧羊人派英国菜就要做好了。现在我们来试试看。哦，太香了。